那我得吃完了给啊。把它浇到这个盘子里面。哇，你们看。哦，这样。把它全部削下来。我这个粉哪肥呀？来给你吃吃完。叔叔啊，叔叔放牛，然后我们去见叔叔了。我们丈母娘，哎呦，给他搓碎。回去，我现在。叔叔很甜，我也开吃一个，甜，特别甜。炒米特别的香甜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让自己吐干。哈哈哈哈哈！让我哭干，哇，你这个，哦，好吃，太棒了，特别香。